道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然后呢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高，高大，威猛，高大威猛，可爱，巡演这么多城市，哪一站最合你的口味？青岛，玩这个很好菜。随便穿，咋解决？没有任何事，就是想穿哪穿哪。谢谢大伯。除李白之外，最想尝试哪个角色？冯老大，冯老大，性价比最高的角色。人人都想争取。不，反而反不反？值得等的不，不。这诗只做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以后再说一听。一十二啊，哈哈哈。从李白身上学到了什么？潇洒。用三个词总结一下今年：充实、快乐、幸福。明年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没有。